几分了？十分。十。哦，过十分了嘛？还有十分钟。对，略带紧张。对，再一个干干冰。啊？那个王大哥兼职的理论老师。对啊，王仁杰。对啊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个吗？你不认识的。你不认识？对啊，来学起来。哦，你可以不来来学起来。你上次说那本书要借我，怎么不收回去？哦，你真的很有诚意啊！以前在公司人家咋了？我啦，因老公在借我啊，我借了那么多本。我等你到厝的讲，嗯，你唔是要借我一本册呐？真是好人哦。对啊，好慈悲啊。林老师，你的纹路比较粗啊，是意大利？他其实他错了。那个华特曼的也很粗啊，更粗啊。哦，真的。所以他性能更好。嗯，也不一定啊，对，要看，还是要看看，不同的纸有不同的效果啦。不知道它的效果是什么，所以要去试，要试一下，对，要稍微试。不要怕啊！不要亏钱，不要怕亏钱。不要，不会啦，那也亏钱。那你画画一个，我们想拿一个作品给你看，那么好的纸，不要画那样子。怎么会画坏掉？那有什么画坏的？真的。对啊。你看一看都有办法给它整形。整形呢？没有啦，你们自己画就是好好作品啦。不是我画的，其实是这样。你们有没有去看那个米勒那个？那个超棒的哦。有人去看啊。嗯。干嘛研究啊？很久很久，越来越多人。这个再来孩子放暑假了嘛？对对对对，现在还没有孩子去看，都已经人已经爆了，对对对，管制吧，不会管制了。他没有管制吗？有啦，有嘛。不是现在还没有还不到达他限量就已经挤得要死了。对啊，不是他一次进去多少人，他有管制，控制是太你听不懂我讲的吗？还是管制的人太多了。他的目标就已经很挤了，那到达他的目标不知道有多挤。等一下嘛，你们去了吗？那你们应该已经去过。大家都先去了。你们也是下午去看的吗？还是早上？你们是学校？一般学生学校都会安排。十点钟。老师带，因为我们没有九点。那这样好，那这样比较省的。要钱啊。要啊，要啦，要200多块，门票蛮贵的呢，200多块，少30块而已啊，学生的200多，哇，那不贵的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十个人省一个，没有，省一个也是给老师的，带头的老师的，反正你十个人就多一点，张票就对了，参加他那种展览都不太需要钱，没有，他还是要，还是要，反正十张上去，不是跟那高者的意思。中国信托卡也可以看，对，中国信托卡，它只限4张，限那实在是，我们之前去买没有用信托卡，先去地购，人好多、哦、啊，你去看的啊，但他还有送冰激凌是吗？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啊，可是我看电视广告都有，没有，没有了，是晚上。晚上好像晚上去看才有啊。他8点，我不知道8点还是9点，我忘记了。好像是8点，他6点到9点。人真的很多。9点啊，不要那么早。不是6点吗？差不多。人是多的一塌。那是不是我昨天？
的稿子，我一大早去的。老师，你们下面有没有上过人家的上教？拿西式。对呀，我一大早就去了哎。没有，我一大早去就这样一个挨一个的人。真的。嗯。哇，那下那不知道是不是我比较早碰到人比较多。每个人每天都哎，那广告打的很大。故宫那边反而没有这么多人。我们去看，没有故宫，我是上个礼拜。哎，故宫，故宫那个好不好看啊？啊，那个好不好看？什么东西好不好看？故宫的那个展览，那是披萨罗的，也是很有名的啊。不，你有时候看那个画的太那个，画的 OK 吧？那个很具象，好不好？一定看得懂。真的。不像以前那个巴洛克那个。巴洛克那更简单，你看不懂。对啦，但是有通也画也是年代跟咱历史有关吼，我看了是很恐怖。可是西方的你要看得懂，你还是要差不多要知道他们的文化。啊，真的。对啊，维尼亚在耶构思构思一回事，他画一定有一个故事性。哥洛的画好，很安静，哪一点？哥洛的很多画都很安静，主要都是画风景。不对，后来两个。老师，我为设定的好。无无，因为四开的啦。嗯，老师，我拢无理啊，我很不要变调。啊，你就是我教无好，你两变调。啊，是的，好啦，好啦。啊？对，就同这个 model， 对对对，就画四堂课这样。四堂课。我们说错了啦，两堂啊，两说错了，说错了，工整有劲。老师，我都有，老师，你看我都有在注意听哦。做高的老师，我都有在注意听哦。两个老师都是，喜欢做注意听，要做专心。这个脑力激荡。对啊，你在陷害我，挖坑给我跳。会错意的，拉个应付的，老师买在卖打瘾啊！你讲我不回答又很怪。我买了一本画册，他的就是，你是说你的那个？我有买的，我有买的。在那个买票那边买，比较便宜。用门票进去买了，比较便宜。就在那边买的，怎么用门票进去买？它有里面买跟外面买。对啊，就在买同样的买票那边买不一样的东西嘛。它那边180啦，里面是200。对，差20块可以。为什么这样？买一个面包的呀，啊，买票顺便买就比较便宜。对，我买票顺便买，真的划算。180怎么会那么便宜？小本而已啊，是总共才9幅画而已的画册。嗯，总共才1200，总共才1200，要打电话给我们这一次这么多人，几乎每一个人都买啊，赚翻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他这一天赚好多，一把伞300多画，对，300块，那伞还蛮漂亮的。我没有问他那个丝巾多少钱，然后我对那个东西都不是很有兴趣。那个林志玲爷爷可能要1000多。哎，谁的那个手机呀？干嘛？你好，我。嗯。干嘛？干嘛？这个你耳朵那么好，这个，我往里面都。